但你可以想一个化名又得，你想一想自己，或者你俾个姓我哋都得嘅，或者俾英文名得，好嘛？叫 Black 啊。Black，OK，好。我哋而家咧就直播呢位同学咧，就系话当日喺学校离开嘅时候见过同学。好啊，同學可以不如講翻你見，即係頭先講你見過阿陳同學嗰個情況先，好冇？咁我當時見到佢咧，點解我會諗唔起佢咧？就是、因為當時我見到佢嘅時候，一啲都唔似大家所講嘅15歲啦。同埋當時佢係唔似佢公開咗 CCTV 入邊嘅片段當中顯示佢有綁扎到扎起頭髮嘅，我見到佢冇扎頭髮嘅。嗯。同埋佢亦都唔似嗰個相片當中嘅形象啦，所以我認。一時三刻想不起，在他昨天公開了之後呢，我離開的時候才見到看得到第二條片，我看完第二條片就想起咯，他是從紅谷堂開始走到去真仙，再有一點的骨頭路，沿途當中他都是以一個水平的角度 去找一些人的感覺的，然後他是比平時人頻速慢一點地步行過去的。 他在找你先說完冇啊！佢揾緊人，點解你會覺得佢揾人？佢即係周圍望啊，咁樣定係點樣咧？佢當時我可以盡量試下表現出嚟，佢咁樣喺度揾望緊啲嘢咯。嗯，所以我就感覺佢係揾緊人，唔似揾緊啲物件咯。嗯，但係你頭先就提到佢都有赤腳同埋周圍望，但係即係你都即係你頭先又講點解你冇去問下佢？即係你做乜會咁做啊？咁樣？因為當時我同我女朋友留意到之後咧，咁我哋啱啱完咗個 talk 啦，所以我哋都話不如去問下佢。跟住，但係我哋嗰陣時已經趕時間，所以我哋就冇去向前問佢咯。佢身上有冇啲即係袋啊、財物啊嗰啲？你見唔見到有冇？身上係淨得佢片入邊嘅服裝咯，但係就見唔到有財物啊，咩都冇嘅。哦。咁啊，警方就話佢即係離開時向住海邊咧，那個位置係咪都係向住海邊？咁樣行咧？我覺得係佢係行入去，所以唔係去緊海邊咯。所以我係希望可以通過今次企出嚟同大家講一件事之後，可以令大家勾起更加多嘅回憶，去諗翻起重組翻去行過邊度，或者有人知道之後去咗邊咯。佢經過嗰位置多唔多嗰啲車泊咗喺度？嗰啲即係佢係調景嶺地鐵站入邊，所以冇乜車嘅。調景嶺地鐵站入邊？入邊。即係爭先同埋紅福堂係地鐵站入邊嘅事嚟嘅。哦。咁你撞到佢喺地鐵站度撞到嘅係喺？我行入去咯，開始留意到咯，我唔肯定佢有冇同我哋同行咯。O K， 咁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地鐵係佢嘅 CCTV 一定認得到。哦，地鐵站應該都會影到。去信咗 HKTV Mall 嗰度，嘗試去接觸下，可唔可以話攞得到當日嘅 CCTV？ 即係你都肯定佢行過咗 HKTV Mall 嗰個 store 嘅。我可以肯定佢行過咗嗰段路嘅。O、okay, K， 好。我唔肯定係幾多分鐘，但我係以一個正常步速咁樣由紅谷堂行去嗰邊入口。咁當我入咗閘之後，我再望嘅時候，我見到佢係行過咗真仙，再行入少少骨頭路，跟住我就冇再留意佢嘅行蹤。所以真仙同骨頭路就係指站內嘅一個骨頭路。站內嘅入邊一個骨頭。O、okay, K， 好。但有冇懷疑有冇人物跟住佢啊？定係佢當時有冇受傷或醫生不正咁樣？我覺得奇怪就是他為何沒有扎頭髮咯，即係片段當中見到他有扎頭髮，但係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是沒有扎頭髮咯。嗯，明白。好。但係有冇人跟住佢咧？應該沒有，我就咁睇就，但係他是像找緊人的感覺咯，因為水平角度咁審視，因為即係周圍望咁樣嘅係。好，那個裝束就同 CCTV 見到喺電梯入邊嗰啲係似嘅。因為 CCTV 是影佢背面啦，我不肯定是100%一樣，因為已經過了很久了。嗯，跟住我就記得佢當時後面是望得到背脊，所以我嗰陣時再看條片的時候，同我女朋友都同時想翻起，那個應該是佢咯。露背，但係個樣係有啲唔似平時公開咗15歲嗰張相咁，就比較大個嘅佢。嗯，好。感覺似20至25歲到咯。好，好。但係就係你講嘅車長。所以如果你們即係睇到呢條片嘅調景嶺嗰啲觀眾，假設你有經過，我覺得你哋都會諗翻起，因為佢冇著鞋咁樣行緊嘅嗰時係。好，唔該曬 ，OK OK， 唔該曬。阿 Black 係嘛 ？Black， 好唔該。黑色嘅。好好得，唔該曬。但當時冇奇。我哋頭先咧，因為啱啱開始咧，就
就是Ivy 的李慧利翻學的學生會咧，就是有個聯署啊。咁佢哋亦都揾咗一位咧，就是當日啊見過同學的同學仔啊 Black 咁啊講現身說法翻。咁啊 Black 就話佢當日真係諗翻咧，因為佢見佢嘅時候咧，唔似一個嘅係15岁嘅年紀啦。咁但係佢就咁佢亦都講翻，佢確實咧見到咧同學咧係行咗去咧，其實地鐵站嘅方向啊，佢係喺地鐵站口見到佢，亦都見到同學咧行入咗地鐵站入邊，分別係曾仙同埋洪福堂咁嘅位置。咁咧就呢、這個説法咧就比較係第一次聽啊，亦都唔明，亦都唔知啦。究竟警方話佢係向海邊方向行咧，有冇任何嘅矛盾之處？咁佢話佢確認咧個同學係當時係冇著鞋噶，但係感覺上係揾緊一啲嘢啊，因為佢咧係即係周圍望嘅係有。咁啊，佢希望咧自己即係呢一條片出去之後咧，當日見過同學嘅街坊啊、觀眾啦，可以提供更加多嘅資訊啦，亦都願意咧向傳媒咧透露更加多嘅資訊。接受其他傳媒的訪問可能會講多次件事啊，我哋聽多一次。當時VC 九月十九號嘅時候，我 check 翻時間都係九月十九號啦。就啱啱好有個 talk 喺 A 座嗰度完咗，都係七點後開始發生嘅事嘅。咁我行到去調景嶺地鐵站紅福堂嗰個位，嗰個入口嘅位置，開始見到一個赤腳嘅女仔，然之後好多人喺側邊穿梭嘅。咁我嗰陣時第一刻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就係喺度四處張望緊嘅。咁佢我係幾肯定佢唔係揾緊物件嘅，因為佢係水平位置咁樣望嘅。所以我都同我女朋友講過嘅。咁當我行到去入閘嘅時候，我見到佢係喺爭先再入少少嘅骨頭路嗰個位置嘅。咁啊，但係你見到佢有幾可疑，即係見到個赤腳嘅個位置。因為我自己感覺啦，喺呢場運動入邊，其實好多都市人都有啲精神疾病，所以嗰陣時我感覺上就可能係類似嗰類人咯。但係我冇上前問嘅原因係因為我嗰陣時都急住走，所以我冇去問到，所以我感覺上係偏向似嗰啲咯，所以我冇去向前問到佢。你大約見到佢幾多秒鐘？幾多秒鐘答唔到，但係我就你可以自己去報行。去測試一下，就係、是、由紅福堂嗰個位置行去爭先嗰段時間，正常步速。咁佢步速就係比正常人慢少少。咁啊，嗰個裝即係暫時，所以佢入個站。係啊。咁但係咁大包，站外。顏色上邊係一模一樣，但係佢係唔係片段當中咁有扎起頭髮嘅，同埋亦都唔係片段當中有著鞋咯，佢係冇著到鞋咁樣行緊。咁啊，你見到佢嗰陣時，佢自己一個嘅，咁啊，有冇揸住啲嘢就？佢手頭上係冇嘢，身上都冇帶住咩袋嘅。之後個片段當中，佢係著後邊係露背嘅，跟住嗰陣時我諗翻起就有少少似咯。我唔敢肯定係100%相似，但係都有70%至80%係嗰個服裝。咁啊，即係佢向邊個地方上咗身上邊度？佢係行到去爭先，再有少少骨頭，跟住我冇留意佢再行呢個位置。所以我就想希望歡迎到條片嘅街坊又好，翻工又好，好似我咁樣完咗個 talk 都好經過，可以知道佢接下嚟嘅去向，然之後重組翻成件事，睇下係咪去咗海邊。咁即係而家即係公佈咗嗰個情況啦，就而家有啲翻有啲精神上嘅問題，咗你知第一個感覺係覺得好驚咧，定係覺得即係可以中有個方法可以？當時候我其實都有諗過去上前去問係咩事，但係因為我自己趕時間，所以冇去問佢，所以我自己都好內疚。假設我去問咗嘅話，會避免到呢件事咧。但係我後屘即係自己坐定咗，再諗清楚之後咧，我決定咗都要同大家講，因為我希望
有更加多人可以好似我咁樣慢慢諗。我當時都冇清楚成件事嘅detail 同埋個時間，但我自己再諗翻起有個赤腳嘅女仔嘅時候，作為一個記憶點，然之後再慢慢衍生更加多嘅資訊，自己諗翻啲 detail 出嚟就諗到咁多嘢咯。咁係咪都覺得即係琴日公開咗個 CCTV 之後，你咪都幫到你好快啦？原來真係見到一個類似嘅報道咁樣出現，咁你咪都覺得即係 CCTV 係即係一下嚟講成件事咧，方便開發咁樣。我覺得係冇錯嘅，因為當時如果我唔睇條片咧，其實我唔會知諗翻起呢件事咯。因為當時我睇到個女仔並唔似啲傳媒公開嘅十五歲嗰張相咁樣，所以我係諗唔翻起係嗰個女仔會係佢咯。而當我見到個服裝嘅時候，我就諗翻起有一個女仔赤腳擺低只有自己啲嘢，最後裸跳海。所以假設佢公開得更加多嘅話，我相信會更加多人會諗翻起，或者有更加多嘅資訊可以重複翻件事咯。咁啊，即係今日就本身有個爆炸啊嘛，咁啊，即係同佢即係啲我即係順包咁啊，咁啊，如果今日真係咁樣嘅話，咁樣嘅話，自己都會睇到。我今日企出嚟，我係覺得應該未必會真係攞得到個 CCTV 出嚟嘅。就算攞出嚟，都可能收剪過。所以我企出嚟，希望揾更加多嘅人，可能重組翻個故事出嚟。當然假設佢有更加多嘅片抌出嚟，會更加好啦。同埋嚟緊，我哋三日都會出現喺呢個位置度。我諗我都會，即因為今日翻嚟嘅人數都唔係話特別多，應該禮拜五會係最多，所以我應該呢三日都會出現喺呢度。有機會我都會再講翻多啲咁樣嘅當中嘅經歷，都要等大家去幫手去諗翻起件事係點。就想問埋咧，即係你有冇確暫時咧確認係直播嘅，或者之前咧係冇錯，我係喺地鐵站見到，但係其他地方冇見過。係咪你都幾肯定地鐵其實即係鐵路站一定有佢嘅 CCTV 會影到咧？都係，但其實我都唔肯定咁話會唔會係佢咧，因為坊間都有好多揣測。嗯，因為我見到佢嘅時候，我都感覺上唔似嗰張相公開嗰個樣嘅時候。嗯，今日都有啲片公開咗佢真正嘅樣，即係佢最近錄嗰啲片啦，自拍嘅片段啦。但係我感覺上六七分似咯，六七分似。可能佢係個因為冇扎頭髮，我睇嗰陣時候。地站嗰度咧有冇個準確啲嘅時間，譬如零分啊、十分啊、十五分嗰啲，即係雖然近好多。我 VC 嗰個 talk 就七點鐘完咯，咁所以應該係七點鐘打後，七點幾到八點鐘嗰段時間會喺嗰度，因為我一完咗 talk 就行過去地鐵站嗰個位置。你可以諗諗交唔交代嘅，譬如你講唔講你係 V 係即係 DI 定係你為你嘅同學啊讀咩係講唔講得咧？可以講得，我係。讀 HKDIVC Visual Communication 嘅 Year Two 學生。OK， 好。會長係都肯定佢係即係都係同學嘅。好，唔該曬，唔該曬，唔該。咁啊，大家就喺網上就群情洶湧，又話叫人攞學生證啊，各樣啦。咁但係阿會長就確認咗佢係學生啦。咁啊，亦都佢講出自己讀咩系啊，讀邊嘅課系啦，咁我哋都唯有相信啊，即係好難，即係有人走出嚟，你要問人哋攞學生證，咁係好困難嘅。喂，你好 U 啊，有一間先，我行埋，我行埋地站就收收皮。OK， 你繼續搞埋，你睇住呢度，睇住呢度。喂，如果有啲緊急，你好似呢啲咁咧，手機都攝住先。好，嗱，我哋咧就姑且行一次啊，究竟同學講嘅嗰個地鐵站係喺邊度咧？咁樣。嗱，頭先同大家見過啦，其實呢度係 T 字形嘅地方啦，咁就喺我哋嘅右手邊啦，同左手邊啦，都係有 CCTV 影到影住嘅啦。譬如呢條橋嘅下邊啦，係有嘅。好啦，咁如果直行咧，一定要經過個門口噶。咁喺呢一度啊，我哋經過 D 座呢度咧，門口呢度亦都有五個嘅閉路電視。咁呢邊咧就冇啦。咁咧跟住咧就一定要向前行咧，就會見到呢度個閉路電視。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同我行左啲啊，行住貼住條 D 咁樣走咧，呢邊咧就冇閉路電視嘅。咁不過頭先我哋見到呢一個門口咧嘅閉路電視就會應該會影到啊。
頭呢度上面咧呢條天橋就冇，係咪冇咧？定係拆咗咧？咁啊，呢度係冇閉路電視噶。嗱，如果同我行喺呢邊咧，就只有頭先門口玻璃門嗰兩部閉路電視會影到啦。咁佢行出嚟咧，好快就到地鐵站嘅。啊，左手邊就係嘅。咁喺呢度有冇閉路電視？呢度睇落去就咁睇都係冇噶，冇閉路電視噶。咁其實咧，斜對面就係地港鐵站啊，就喺呢個白色嘅小巴後邊。咁不過咧，如果同學除非佢唔理嗰個嘅係交通情況啦，直接由呢個嘅門口啊，就咁爬欄過去對面上地鐵啦。如果唔係，佢轉左行咧，佢就會經過咗呢個教職員停車場嘅入口喎。而喺呢個教職員停車場嘅入口咧，係有一個閉路電視噶，唔止一個，係有兩個啊。分別咧，不過鏡頭咧就見到啦。呢、這個鏡頭咧係影住巴士站嘅方向噶。嗱，呢個鏡頭咧影住嘅位置咧就啱啱係呢一個位置啊。所以如果同我係行呢個方向咧，係會影到嘅。而喺呢度咧有兩部影車牌嘅閉路電視咧。佢哋嘅方向咧，亦都係會影到咧。如果同我行過呢個路口咧，都係會睇影到噶。嗱，我哋用一個比較宏觀啲嘅鏡頭，再一次交代啊。對唔住，因為揸住個手機咧，比較曳啲啦。我哋見到，雖然喺門口嘅 CCTV 係有盲點，但喺停車場呢度啦，香港人真係好緊張啲車嘅，因為。呢、这、一個嘅 CCTV 咧就影住咗呢邊嘅情況，然後呢兩個影住閘口嘅閉路電視咧，就影住咗咧係呢個路口嘅情況。咁換句話講，只要你經過呢個路口咧，係有三部閉路電視咧，應該係會影到嘅情況噶。好啦，如果繼續行啦，我哋。冇錯，呢個係調頸嶺站啊！啱啱呢度就係景嶺路，咁啊行過呢度咧就唔發覺有閉路電視嘅。嗱，咁即係我哋。如果相信剛才嗰位同學啦 ，Black 同學嘅說法咧，咁啊過身嘅陳同學咧，應該就係行緊呢一條路啊。咁當然啦，當然要相信嘅就係 Black 同學見到嗰個真係嗰位死者啦，亦都係相信 Black 同學嘅記憶冇錯誤啦。哦，行天橋啊，原來，都啱喎，可能係行天橋。好啦，我哋唔緊要，我哋一間上到去調景站之後，我哋再行翻過去天橋望多一次啊。紅燈唔過得，佢哋望到紅燈過馬路添。當然都咧未可以咧，就一定話警方嗰個説法咧係錯誤嘅，因為警方從來冇話佢哋睇嘅 CCTV 咧係學校嘅 CCTV 啊，咁所以都係要俾翻一個 benefit of doubt， 即係疑點利益啦嚇。咁但係當然啊，對警察係咪需要疑點利益咧？呢個可以再考究。嗱，咁我相信我唔知啊，喺商場有冇？
直接嘅入口入到嚟咧？究竟嗱，商場入口應該喺呢度啊。嗱，一陣間呢度我哋再處理，一陣間我哋再行翻出嚟都會站呢度。嗱，但係呢一度咧，現場所見咧就原本係有一部噶，不過已經被人打爛咗啦。喺 A 二出口呢度有一部咧掉落嚟嘅 CCTV 噶。咁啊，今天咧又被打爛咗啦。咁啊，如果不是今天的話，九月十九係咪都會影到呢？我哋見到 A 一同 A 二出口啊嘛，咪好，我哋揾一近都會站嘅入口啦。呢度嘅入口咧，喺呢一個八達通卡嘅呢度咧有一個閉路電視啦。嗱，相信呢個閉路電視個鏡頭應該係影住門口嘅位置啦。但係呢度咧就冇閉路電視嘅。然後呢度有一部閉路電視啦，鏡頭就向住前方噶。然後咧就 A 二啊，即係好平行 parallel 側邊有一個嘅入口呢度咧，就除咗門口嗰個閉路電視之外，呢度又見唔到閉路電視啦。咁即係話喺站內，誒入口亦都冇閉路電視喎，點解咧？唔有趣嘅。入口咧就係得一部啊，成個呢、這個呢一方面嘅大堂咧，得呢度一部。咁同學話講咗兩個名啊，紅福堂爭先啊，紅福堂就係呢間啦。紅福堂嘅門口咧係有閉路電視噶。咁呢位同學話佢自己就係入閘嘅，但係咧就佢相信眼見到嗰位陳同學咧就係、是、赤腳行喺呢一度。嗱呢度咧就真係頭先有啲讀者話唔好講少，一間間都有閉路電視，咁肯定係啦。嗱呢度嘅東海堂係有閉路電視啦，然後嘅恒生銀行咧都係有閉路電視啦。真係想揾間冇嘅都難啊！啊，可能剪髮呢間就冇啦。佢嘅閉路電視就影住非髮嘅位置啫嚇，即係非髮嘅意思就係、是、剪頭髮嘅位置啊。嗱，頭先同學提到嘅 HKTV Mall 啦，都係有閉路電視嚇。原來陳同學喺度案件重組緊喎。一路向前行，一路向前行。O K， 佢沿路都係周圍嘅。嗱，我哋而家同阿 Black 同學同埋另啲行家咧，但 Black 你唔係企啲行呢度噶嘛，係嘛？唔好意思，你係入咗閘啊嘛，係嘛？我係行呢度。點解行呢度嘅？係嗰邊入閘啊嘛。哦，係嗰邊入閘。咁我嚟緊嚟緊，佢個速度好慢。又唔係好慢，但係係慢過平時嚟㗎，即正常行行到會好少少。O K， 咁佢有冇話好神奇怪異嘅嘢？周圍望咯，喺度揾啲揾人嗰類嘢，似揾音物件，因為係個望都幾高嘅，唔係望地下嘅。哦，但可能唔夠高，因為佢比較矮㗎嘛。嚟到我心口度啦，依個。嗯。跟住佢去咗邊個位置？喺呢度嘅時候，我開始入閘，我行翻落去少少嘅。咁我入到閘嘅時候，喺大概嗰啲位置嘅時候，回頭望下嗰、那個。啲入閘喺呢度入嘅。前面嗰、那個。前面嗰、那個。O K。跟住咧，跟住入咗閘之後，行咗幾步嘅時候咧，我就回頭望到佢喺度行。喺呢度行。係。跟住我記得佢喺呢個位置有陪住一兩下咯。陪住。喺呢度。呢個位置好似有陪一兩下。咁佢有冇企位真先啊？
唔肯定，因為佢唔好嘅，除非我記得佢再仲有繼續行前少少，我唔肯定有冇行到個頭腦最入邊嘅。咁你喺邊個位置望佢咧？當時？當時係，不過我同事有兩邊入落落閘，我唔肯定係依一個位啊，定話係嗰個位。你都係打喺呢啲位置嘅，我入咗嚟翻呢個就係所謂個頭位置係咪？係啊，我肯定佢有行到最入，但係我記得佢有行繼續往前行少少。哦，骨頭佬，即係呢個骨頭啦。係啦，係。O K。佢就行到大咗呢個位置，跟住就唔知佢有冇再去邊。係啦，跟住我就走咗。即係最後你目測佢嘅地方就喺呢個位置啦。而你都幾肯定佢喺 B 呢個出口附近有徘徊過？出現過。O K， 好。唔該曬你啊，歡迎。B 呢度出口咧？有兩間鋪頭，三四間鋪頭㗎。太子餅店就冇，不有電視嘅。咁爭鮮壽司咧係有啊。咁而家個不有電視喺呢度。咁最重要咧又唔係呢不有電視喎，而係喺地鐵站呢度有一個外掛嘅不有電視啊。亦都係爛咗啦，而家都未整翻好。至於咧就 Circle K 入邊件事咧，就睇嚟係擁住咗鋪內嘅情況啊。咁至於美心西餅咧，亦都係擁咗鋪賣麵包嘅位置啊。咁但係長呢度條頸嶺咧嘅地鐵站咧，就應該係呢兩個出口啊 ，A 同 B 啊，呢就係 A B 出口啫嘛。係啊，嗰邊 A 呢邊 B 冇其他出口。唔該。咁即係話咧，一都係向住都會站嘅方向啊。咁我哋而家嘗試咧就行翻都會站。阿 Black 同學聲稱佢喺門口見到過身同學個位置啦。咁啊，我哋都戴定個頭盔先，希望咧真係熟悉。即係過身同學嘅親友啦，唔好太過傷心，覺得我哋即係可能佢哋會睇到我哋啲直播嘅時候，會有覺得即係被傷害或者唔開心啦。咁都明白呢種心情。咁但係案件真係出現咗一啲疑點，而真係有人只曾經見過佢，咁我哋。都唯有在這裡真做一些這樣的模擬的路程的做法，希望真的他的親友不要因為我們這樣做而諒解，希望叫人不要不開心，這句說話就很廢的，真的不好意思。好，我們回來都會站這裡呢，都會站這裡呢，其實一出來如果同學是好像大家說是走電梯呢，呢度已經有一個嘅 CCTV 係望住出面，經呢個地鐵站嘅必經之路嘅位置噶。然後呢度經過嘅太興。咁啊，呢啲鋪頭咧嘅閉路電視位置都係影翻鋪入邊啊，好明顯啊，鋪入邊嘅。不過咧，喺呢一個凍肉公司啊，日式凍肉公司嘅上面，亦都有另一個閉路電視啊，清楚影到咧，呢個係必經之路嚟噶。如果要行去地鐵站嘅話，咁然後咧，呢度咧都可以話好。除了過個鴨頭之外咧，呢度個鴨頭咧亦都有閉路電視。我哋都係再一次強調咧，案件而家只係有疑點啊，而
而有疑點，咁我哋嘗試去多啲了解同埋去追查。如果而家咧係好難啊，唔夠足夠嘅係充足嘅資料咧，係斷言咧同學係唔係而家大家理解嘅自殺嚟嘅身亡。這個是太過快的結論，不能夠作這個結論的。我們一會先講怎樣去處理咩部電視機錄，我們回到來跟資專嗰一個嘅門口咧，嗱呢度咧係有更加多閉路電視啊，多到咧係你唔信啊！喺通往橋嘅呢個度咧，有兩個嘅閉路電視啦，相信係影住曬咧所有角度噶啦附近。嗱呢條橋就係通去 HKDI 資專嘅地方啊。咁另外咧呢度咧，亦都有兩一個閉路電視咧，就影住咧由上面電梯行上嚟嘅位置噶。咁啊，可能不過都唔容易噶，因為咧就可能要今日再有機會問一問警察公共關係科處理總警司江永祥，究竟警方係睇乜嘢嘅閉路電視可以斷言同學是行緊去海邊嘅咧？咁但係江永祥上一次都已經交代過咧，就係話自己講得太多啦，已經嚇唔應該講咁多。嗱呢度就係資專啦，而最近嘅海邊咧就係呢度啊，就呢個充滿住地盤嘅海邊。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住宅喺度啦。咁就如果同學真係行出嚟嘅話咧，睇嚟係唔會有鏡頭咧，係會錯過咗佢噶。嗱，大家提到嗰個揾閉路電視嘅程序啊，其實因為所有閉路電視咧都係，即係涉及個人資料私隱啦，咁啊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嘅規範嘅，所以基本上咧就其實你話自己要即係信一個資字就攞一條片睇咧，難度係非常高噶，因為咧譬如呢一度咧啲地方咧，全部都係會有講明咧係拍攝緊噶，呢個都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嘅，即係進入嗰個範圍嘅人係必須要知道自己被拍攝啦。而嗰啲影片咧唔係隨便可以俾任何人睇啦，啊，只係有要妥為保存啦，某一個嘅時間係要銷毀啦，同埋咧係只係有一啲啊好少數嘅啊 sign 咗，即係所謂即係被安排咗係可以睇呢啲資料片段嘅人咧，先可以去處理呢啲片段㗎。咁所以咧就大家話啊，我好心唔想去了解件事，所以我就寫信去某間某間商户，或者寫去某間某間地方咁樣就去攞片，就會睇到咧，其實係相當困難的。唔係，咁梗係唔包括死人啦。但係嗰個問題係，嗰啲擁有呢啲片段嘅人士，佢話俾你聽，佢可能擁有其他人嘅個人私隱資料噶嘛，即係影到 A、B、C、D、E、F 人士嗰個嘅拍攝到佢嘅情況啊嘛。而嗰啲人係同唔同意咧，未必同意。咁當然大家可以嘗試啊，可能我嘅理解係錯誤啦。咁但係唉唔容易啊，尤其是問港鐵攞片啊，係肯定係好唔容易。
同埋咧，港鐵嗰個保存時間咧就亦都係好短啊。咁所以大家真係都係只能夠唯有盡力做啦。大家講各個嘅板塊。咁我哋翻翻嚟 VTC 度啦。咁啊，暫時就呢度學生會有一個聯署啦。咁啊，其他情況就未有特別噶。咁啊，我哋喺呢度直播就暫告一段落啦。咁啊，都係要繼續去跟進呢件事情啦。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我哋立場新聞報導。咁啊，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先，拜拜。